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今天的第四场比赛。我是主播 JR， 我是米洛德。跟各位提醒了，在12月31号前刷中国信托英雄联盟信用卡，就可以享指定的游戏、影音、动漫、数位购票、云端储存最高 10% 的现金回馈。那这个 10% 呢，当然也包含的是原产品回馈，还有加码归户上限每月300元。不论是平常要打漏或者是看剧，刷这张就可以享我们的 10% 回馈。另外，在9月30号前呢，信用卡新户申办，消费满额再送刷卡金500元。所以各位如果心动的话呢，就赶紧去办卡了。我们来到今天的第四场比赛，将会是由 MFT 要来对上的是 BYG。那对于 BYG 来讲的话呢，其实前面 ZOD 老师也多多少少有点到嘛，就他们好像又陷入出了可能例行赛的一些 BP 上面比较偏自视的情况。我得说，第一个他们也是有在做人员轮替的，就是亮跟力凯两位选手，这个都是我得说，这样换来换去好像没有差。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前面的整体数据，亮上了两次，一次玩猪女，一次玩龙女，对，然后力凯他其他场次都是他上的嘛，纳尔四场，然后猪女一场，酒桶一场，卡米尔一场，唯一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多玩了一只卡米尔，但其余的角色都是来扛的。那今天就变成说，你今天上路上谁，你都是来扛，因为他们只打下半部，都是要靠挖口这位选手来 carry 的情况下，你上路上谁其实。不是很重要。就虽然说角色一样，应该说角色不一样，但体系就是相信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所以现在 BYG 目前看起来，它就是一套，就是我就是疯狂往下打。我今天下路通，挖口能 C， 那就会赢。那我今天下路没通，我就等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 BYG 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随着赛季慢慢开始嘛，就是应该说已经第一轮结束了。好像这个体系越来越明显了，就是他们已经在季中已经被看破手脚了。但这个体系好像去年就有了吧，就在小柴犬还在的那个时期。但那时候的 AD 是小柴犬，现在是挖口不行。就是那时候也有别人，就是现在不太能这样打嘛，对，就是版本不对，版本不对，人员不一样啊，人员不一样，所以就不太能这样打嘛。那我来看一下 MFT 这里喽，上路 Taco， 然后打野665，中路的话呢，刚看是红儿，对红儿，因为红儿的话，他算是在上周才临阵上场的，不过整体他都是拿那种大法师的选角嘛。然后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 Beyond Gaming 了，这场比赛是上力凯打野护刷，中路敏智下的挖口以及辅助 Kino。我是蛮好奇到底要怎么，就是跟 JT 的逻辑一样，就是他们今天上路要怎么决定上谁？因为其实谁上来好像玩的都角色都是一样的，还是上场之前两个先单挑一场，还是抽签的？我是抽签嘛，看运气，看谁状态。那我问你是运气好的？对，我刚才想问，运气好的上还是运气不好的上？上场的到底是运气好的还是运气不好的？那这不好说、欸，不好说。那我得说，目前看 BYG 的 BP 就是最容易看明白的，除非他们已经就第二轮了嘛，我们来到第二轮的赛程，他们能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但目前看下来好像也没有。我觉得那个要改，因为这是一个不是角色上面的问题，那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对体系上面这个要改就比较偏难。就他们可能整体都会有一个向性，就所有人都会被吸到下路去，可能下路有一个大磁场， uh-huh. 大家就会情不自禁的到那边去。那个呼霞第一波这是往下走好了，然后敏智上路能推没事往下走好了。不管什么情况，我先往下走再说。我只打下。那相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FD， 目前 FD 的大腿可能就是上路的 Taco 了，就是他的角色玩的很多，甚至真的像是差点用一只凯尔去击败 BYG， 那也可以看一下他今天的发挥。那我觉得在 MFT 中路把文，就是徐乃文换成了红儿之后，其实他们整体在前面的碰撞能力是我觉得有变好蛮多的。那也可以看一下他们后续第二轮的发挥怎么样。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在队上会多一个输出点位，因为之前上文的时候还是比较偏玩支援性的嘛。然后在这一季的小金鱼其实也玩了很多的克里斯达，那就会变成说你唯一的上路核心你要保到可能是贾克斯或者是凯尔的身上。但红儿在这几场比赛基本上都玩法师，像什么阿奇尔啊、维加之类的，他在这一次 PCS 的输出也达到了32%，其实是看让 MFT 可以有更多多元性的。对，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把的改变。哇，你看 BYG 就是他们BYG 也是蛮明确，就是他们不太玩大法师，至少以敏智来说他是没有大法师的角色，所以他们就会看到对面上红儿，那他是有可能阿奇尔，所以自己就按掉。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会放出一些版本不能看到的 AD 角。其实我觉得他把对面当东山在 ban 真的直接 ban 掉了飞机加上阿奇尔，他是打错队，对面不是 PSG 跟 CFO 哇，这场比赛的话还是有感觉到之前那个大法师的形状慢慢出来了，这样子是有克离可以玩啦。
那选到克里的话，左右边说不定又是用露西恩纳米去打，因为、但我必须要提一下，这个 BP 我看过，就如果你是打中山的话，这边会ban阿奇尔库奇，然后最后一个就会ban杰利，就他不会再ban那个法师的。哦，是吗？我记得打中山的时候，之前看 BP 大概是ban这两只。哦，但左边ban了两只体系，在这个版本体系很强的辅助，那他们的手抢会是以什么为主？因为克里真的在这个版本，我觉得有就是拿啦。那右边。不要不ban露西恩，让对面拿克里斯达，然后自己露西恩纳米，就再来一次。哦，这是ban掉了波比。波比 ，OK。那左边这里可以先亮 AD 了，还是左边好像没有看过小金鱼他们很常玩露西恩纳米、欸。小金鱼还是玩克里斯达更多一点。还是克里斯达，对 对，这里应该就没得挑，而且克里斯达是非常好打接地线的，所以如果挖口今天要当一个大腿的话，他这里可能会变成拿亚菲利欧吗？就是。但接力还是真的是接力吗？在 PCS。但杰利打克里斯真的不好打，他有自信，反正我有队友会帮我。哦，没有，他有打野。对，嗯，会下来，我的打野一定到的。你的打野不一定会在，还有我的上路自己玩呢。这样子会变成 Taco， 他又可以玩那种就是终极发育角，反正不会有人来理他。他们就是两个极端嘛，一个终极发育角在上，一个在下。雷纳纳尔，那左边要不要来一个什么凯尔之类的？反正就浓嘛，上路就更浓，也不需要跟对方比拼团，因为比拼团的话，拖到后期杰利一定比克里斯强。那可以变成说 FD 他买一个保险啦，因为就是假设呼傻真的不来上的话，他这个保险买下去是很稳的。哦，是猪女吗？还是这个猪女有机会摇去？你说去打野打野或辅助吗？对，就狠狠的把猪女甩出去开团，感觉也蛮猛的。因为对面还有塞勒斯、欸，我记得塞勒斯名字。他们等下可以三拳拿塞勒斯，因为右边有纳尔可以给他投，所以他这边是可以拿猪女跟塞勒斯的。那他可能要变成一个套餐绑一起。看那如果他又拿塞勒斯，又会变成一个超级前期阵，他会没有后期的大输出。他的那个猪女说明就摇着摇着去打野啊。哦，这么摇。对，然后那个上路就是再选一个凯尔。鬼之 BP， 鬼之 BP 啊！哦，这峰哥的 BP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哦。但最后的话、是瑞空，这边其实有纳蒂鲁斯，纳蒂鲁斯不好吗？怕对面哦，怕拿纳蒂鲁斯对面后手一个布朗姆啦。那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塞勒斯，塞勒斯给对面有点香哎，他又有瑞空的大可以偷，又有猪女的大可以偷，主要是有猪女的大，有点太好用了。而且这样子你不能选凯尔哎，他有凯尔的大怎么玩啊？一个就值回票价了。对，那我选到这边，我是觉得右边好像。差不多赢了，还是我们可以先、再看一下，再看一下，看一下还是右边赢了。那个导播又低头投右边，我投右边，我投右边。就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完前三选，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再观察一下，看一下 BYG、你还要再观察 ，OK？ 会不会变出一些新东西？你比较保守一点啊，这边我是觉得右边。没有，我看一下那个猪女会不会摇到打野？摇到打野有机会啦，有机会，但他如果他是上路的话，我在确定他是上路的那一瞬间，我就会投右边。他摇的，他怎么摇？那个塞勒斯都是很好发挥啊，这个版本塞勒斯非常非常的强，太容易限制对方阵容。左边可能要ban个特朗德吧。哦 ，BYG 是ban掉了雅宁，雅宁红鹅是没有使用过的。哎，不ban特朗德吗？对面有自己有猪女哦，然后对面有杰利哦，这个是对面的阵容好用，然后也抗自己的阵容。我觉得朗德一定要按哎。MFT 另外一边则是ban掉了辅助位。哦，可是呼傻这季没有玩过特朗德，还是他们觉得他不会玩？呼傻这季玩最多的应该是威尔哥，然后李星嘛。但身为一个老特朗德玩家，我是不知道这角色有什么好不会玩的。你说职业选手很难不会玩，很难不会玩，因为他的技能很好中，他就是来助一下。对，你那个大绝是指定技，如果他有点改成指向，我觉得再考虑。你的大就直接按那个猪女头上。啊，这里也可以先拿辅助啊，打野可以再看一下，因为毕竟对方的辅助已经选了嘛。竟然不拿朗德哦，那这样子好像有点变数嘛。朗德这把真的很强哎，就是有点扛左边哎。但最终并没有选下来。他玩了呼小玩过四次的猴子，那可能就是比较偏 man 角了。看一下 MFT 这里要如何考虑了。要拿一只能够对塞勒斯的，但没有阿奇尔的话，你只能拿勒布朗啊、楼伊、雷兹这种去硬推他的线，然后打支援。压力好像没有那么大。嗯，大法师的话有维克特了。哦，夜曲打野。那看一下中路了。中路其实现在已经没什么大法师哦，最后还是熟悉的维加。怎么是这只？怪怪的。他有玩过的角色就是这几只，但这只跟他的队友的相性好像很不搭哎、欸。那个导播，我也右边。如果来个夜，如果来个逆命的话，感觉很有体系啊。这个全球流，关灯开灯飞。对，但这个小法师是挺特别的啊，挺特别的。
最后则是配阿姆姆。你右边可以拿个露露，露露还在的话，你就配个软辅保接力丸就好了。接力配硬辅的状况倒比较少见一点。因为你这边选硬辅的话，你勾出去，如果小金鱼是带进化的话，你可能会回不来。因为前面接力，之前不太配硬辅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伤害太低，你就算辅助勾到了，好像也杀不死了。你这样会变成下路线就会打得比较被动。我自己觉得杰地这样可以配软辅的原因，是因为 BYG 的开团已经够多了，他有猪女的大可以抽，他有悟空，感觉没有必要再补一个辅助去增加开团的先手性。嗯，但就队伍自己的选择啦，就至少下路线是会比较稳啦，只是那也是中后期才能发挥。我比较好奇的是夜曲这一选，然后加上维嘉，这两支中野完全没有互动性。就是他们两只要怎么玩？他把它框起来，然后关灯飞进来嘛？那不用他框啊，他要飞就飞啊。那好像不用是夜曲，其他只要他框到其他的打野出来，好像也差不多。这为什么是选成这样？很特别，还是这个小法师等下掠食者带起来有没有？一等鞋子，然后就一等就开始跑。他等下搞不好会惊艳我们，我们期待一下。因为上一把有一个输1900的都赢了。所以这把不需要发育，没错。而且他偷那个维嘉大绝，赛勒斯偷维嘉大绝，会不会一炮就把他 AD 灌死了？你说拿自己家拿对方家里的大招去灌对方家的 AD？ 这把赛勒斯的大绝太好发，可偷不到夜曲啊。夜曲会玩的话，他会用 W 挡嘛，那一定偷猪女或者是可能瑞空啊，偷克里斯也可以，他可以绑雷欧娜把，或者是把悟空丢出去都会赢。嗯哼。所以这个 BP 选下来，右边太多 T1 角了，赛勒斯、杰利。纳尔都是 T1 角，但左边就是一个很有自己风格的 BP 啦。就你要先思考一下 MFT 他们的胜利方程式，可能下路线先推出去之后，夜曲要浓嘛。然後你说 MFT 吗？对，还是要帮他们想一点胜利方程式。没有胜利方程式，下路贯穿，上路单杀，这样就会赢。哦，那听起来好难哦。对，那很难，所以我不觉得他们会赢。所以我们两票直接灌到另外一边。没有前三选，我就觉得他们不会赢了。他们后面的四五选又更。更极端了嗎？更特殊一点，你完全猜不到会这样选。但我得说，春季赛 BYG 有输给 FT 一场，对面 FT 的打野就是夜曲。那场是我播，打了快40，好像40分钟，快50分钟。他就是每波一直关灯，然后就是慢慢那边龙拉扯拉扯拉扯来，然后因为有地龙龙魂，所以才最后他们赢了。对，应该说春季赛 BYG 是输给了 MFT 两场。对，第二次是输在一只夜曲。会不会有一些神秘的因素产生？哦，不能遇到夜曲吗？被夜曲天克。原来是夜曲的问题。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开局，这边665先过来跟护下打个照面。前面两边打野应该就是，尤其是夜曲啦，我自己玩蛮多的，就是刷啊，你也不用想要 gank， 因为 gank 不到人，就是刷六等之后开始找机会。哇，你好像很多角色都玩蛮多的，我记得你特朗德玩蛮多的，莉莉亚也玩蛮多，李信也玩蛮多的。哎，李信玩的比较少，啊，我玩李信比较少是。我结果正面一抬翻到了敏智，而且你没有发现我玩蛮多的角色，就是通常是比较不需要操作的角色。没有啦，还好啦。那个夜曲特朗德这种英雄就不用什么操作，那种比较靠脑的，没有，要招式按一按就好，也很难不中。那看一下这边的话，665是由上往下刷，不过以夜曲的角度来讲，应该就是走全刷全刷，甚至可以放河蟹啦。如果下路被推的话，就放河蟹，就全刷，然后回补完就是这个蟾蜍啊，再刷一轮，那大概刷个三轮，然后六等之后来找一波团，就这样。对 MFT 来讲，这场比赛维嘉前面应该还是可以推一下的，然后下路线克里斯塔也是能够取得线路上面的优势嘛，那让夜曲上六之前是可以弄得比较开心一点。哦，这边就，哎呦，中路的换血换赢蛮多的，他是不是一直吃 Q 跟普攻啊？这维嘉一直点啊，这前面还是有手长的，而且是一个水滴出门。而且敏智他不是出多兰盾哦，通常有些赛勒斯在打到这种比较手长的角色，会出个多兰盾来抗线啦。他现在只是这样子血量。虽然也不会死，但就是这个线会打得比较被动一点。那另外一边的话，看一下猴子哦，现在跟夜曲应该是差不多进程。他会夜曲会稍微快一点，因为刚猪女有帮开，而且夜曲本身在刷这个复苏野怪的时候就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他有 Q 跟他的被动可以刮。对，那就是还蛮开心的。他这样子下路能推，他能拿到下河的话，这个节奏对夜曲来说蛮舒服的。对，那这场比赛的上路是一个纳尔打猪女嘛？不过，哎呦，现在看一下护杀哦，三等 gain， 想抓红儿，但敏智突然往前站，感觉红儿是有感觉的，突然觉得味道不太对，往前一练还是练到加上一个练斩逼闪，打闪而已，这个没办法，悟空没有在 CC， 所以不能击杀。
就打个闪现，但这样子就等于是牺牲悟空的这个刷野的节奏啦，去帮助自己的中路拿点优势。但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如果说这场比赛 MFT 他们中路不能推的话，其实夜曲是有机会被禁野的，包含的是悟空，然后还有塞勒斯两个人一起联动的画面，其实是有看过，在练禁塔下再吸了一口噬血之道，但这个换血换完之后扭掉了一个黑暗物质，吃到塔就不太应该了。这个练到可以，但要算一下，因为你吃到塔的话，等于是你反而是被白嫖血量，那这里就帮推，帮推。而且其实借吸一下，我自己玩夜曲也是这样啦，就经过中路就先吸个两只的嘛，啊，再经过下路再吸个两只这样。玩特朗德可能就不会这样，玩特朗德不需要，就每场那个野怪都给队友吃。这个是夜曲限定，对，但只要到六等之后就不用了。哇，夜曲这边还双核开，哇，这把夜曲是天胡开局，还不错呀，很爽哎，爽到歪头。来到四等了，然后现在的话再进去插了一根比较进攻的视野。啊，他这边照一下，那应该会直接 recall， 因为上半部这个纳尔要变大了，应该是 get 不到，所以就回家。然后等下他会很快乐的往上刷，由上往下，刷完之后看一下那个龙能不能看。如果下路推是克里斯达，他就拿这个龙，然后他就上六等，然后快乐的去打那个预示者。当然，这场比赛的纳尔应该不会想象中那么舒服，因为我记得看过纳尔打朱女的线，其实带点燃的朱女是有机会拼杀的。他竟然是选择去刷那个石像，那这样子你说夜曲吗？对，因为他这样子还是他要 gank。不过夜曲在六等前发起的 gank， 第一个成功率比较低。第二个是真的比较少接的，因为他的节奏最顺是上往下，然后看个龙啦。那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晚上溜，因为你看他现在九级跟三郎都火了，但他没有时间去刷，因为他可能会要看这条龙，所以他的节奏会放的比较慢。这时候反而是 Husha 要来先行发起 gank 了，有看到吗？丢了一个流星锤，闪现过去来一个腾云驾雾，知道你是没闪的，带了一个点燃的朱女，自己反而要惨死在猴子的一棒之下。三环点出来之后，猴子拿下了 first blood， 这个有点压过头了，压到自己膜都干了，然后只是为了把那个兵线挤进去了，然后 Husha 就过来抢了一波 gank。那六六五的这一波刷石像，他的意图就是要准时吃龙。这里吃龙蛮明确，是因为知道看到悟空在上，而且这里比较不应该的是 Taco 应该要知道悟空第二摊也是由上往下刷，因为他等一下，这龙有点强，他有重击，他有重击，应该有重，应该没事。就是刚刚 Husha 的三等 gank 的时候，他身上是带红 buff 的，所以知道他是上半不开。那这里红娥就要告诉自己的队友说他是上半不开，所以他第二摊的野怪也是由上到上往下。那 Husha 正常来说他就是上往下刷完看这个龙，只是上路那个血量太低，然后朱女又压得太深，所以他就轻松拿到这个头。这个头其实给的有点不太应该。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对方的打野的路线的话，不太能被这样杀的。可能资讯上情报并没有交换的特别清楚。我刚听到关键字，我都差点接别句话了。我也不自觉的就差点就讲出别的话了。不要这么敏感。但没事，这里沟通很重要，这里沟通很重要。下半部的话，线路也是持续推进哦。不过第一层的护甲看起来是还在进程当中。而挖口这场比赛配个雷欧娜，但杰利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够自己放他玩的线啊，所以这场比赛 Hino 想要早期发起跑线应该也不是很容易。我是觉得夜曲拿到这条龙还行，只是就你看他现在上六等时间就会相对的慢一点，因为如果他正常刷的话，他可能已经上六了。但你刷野摊数来讲，他真的是赢蛮多的。没错，但因为悟空是放自己刷野的这个，基本上放刷野的时间去帮忙 gank 的，只有取舍。对，他中 gank 一波，上 gank 一波嘛，但他有拿到人头的话就可以接受。扭曲空间直接框到，然后六六五是直接徒步走出来。敏智先教了自己的坠玉练法，然后偷了一个夜曲大，反身要直接练进去，但最终只是关个灯。有逼到闪还行，而且这边偷夜曲大的话，这个预示者夜曲会有一个，就是他如果上六等的话，这个蓝会让他吗？这个通常会让啊，然后他就会有个抢先机，他可以关灯，然后让对方过不来，直接把预示者 rush 掉之后，直接转下丢这个预示者。对，而且以目前态势来讲，刚刚才刚打完敏智一个闪，然后红儿现在是有闪的，所以尽管没有蓝 buff， 应该敏智也不太敢太出去，所以红儿应该是能推。现在右边是掉三个闪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预示者团就不太能接，尤其他们下路又一直被推，那被推的情况下，伊舒跟小金鱼又可以先靠，所以这个预示者高几率是在 MFT 身上的啦。对，这主要的节奏 MFT 是慢慢的掌控住。对，这里夜曲就把这个蓝吃掉，然后就开始看预示者了。但是如果有机会 gank 中路的话，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毕竟对方已经没闪了，练到他跟闪的话，有孔道有机会击杀。猴子应该也是有感受到了，他目前就直接往下刷了，这个预示者就放了呗。感觉是要放，因为这个真的来硬打有点难，有点难拼。那个夜曲关灯之后根本就踩不进来。
一个日轮圣芒，应该是一个拂晓盾级，先把艺术给定住。不过小金鱼是打得凶狠，但这一波的换血好像没有换到什么东西。主要是线推完要回家，然后看预示者了啦，所以就尽可能把线挤进去。然后而且现在敏智是压力三大，他只要被框到，感觉随时就会 darkness 就飞进来了。在没闪情况下，真的是有点难动。那这边就直接开吗？直接开。还有猪女过来哦，但雷欧娜好像会先靠、哦，不确定瑞空的位置在哪边。瑞空也会靠，但雷欧娜的这位置会稍微快一点，但纳尔会没有怒气哦。MFD 也知道，就先等纳尔的怒气没有、哦。往前一个意识换了一套分身，打分身还行，打了一个假猴子。对，但这里 MFD 还是可以开这预示，因为纳尔没怒了。这里要开的话，其实可以快一点，因为克里斯塔先靠，这个时间点就要开了。挖口也是慢慢要过来了。嗯哼，这里其实打起来左边挺牛，还是瑞空在蹭六等啊？他差多少六？打野和辅助都要吸一下吗？看一下会上六吗？两只远程，好像有机会、哦。六嘞，那六等可以打辅助赢一个大绝啊？怎么输？这现在 BYG 突然在等级上面陷入了落后，这里怎么输？怎么输？辅助赢一等。最后的话应该是要选择拉退了，这少了一个关键大绝是很难打的。这个纳尔在叠怒哎、欸，感觉 BYG 还是要接哦、喔，他们还是想打的。但这叠怒的速度应该没有那么快啊。但这个瑞空如果开得好的话是会爆的、欸。但雷欧娜也六等了，我也过去吸了一波，这边还是想要来打。最后的预示者中轴，然后侧面的话无极风暴把对方的气场给挡了下来。接着的话挖口在后面开始疯狂输出，先击杀掉了 Taco， 朱子已经倒地，然后后面是克里斯塔还有挖口的对决。不过最后的话是完全点不赢，由利凯直接跳到了跟前之后一个补空将其带。走，这个配合好像哦，但在塔下的话还是有一个扭曲空间线的位置，给到一个能量爆裂，插了一个普攻，挖口是勉强存活了下来。预示者好像还是落到了 MFT 这边，可是他们的团战好像打的人有点就是很没有一致哎，他们好像全部在打分散，而且我刚看红儿他身上是有大绝的，但他都没有出手，就是他们。追得太深了，他们想要去杀那个滴血的悟空，但追得太深的情况下，反而自己阵型散掉了。刚打着打着，克里斯塔就突然落单了。你看这边其实就是关灯嘛，不要让对方有视野，然后去抢这个浴室的。但雷欧娜刚刚也有偷袭上六，但你看到这边，这个猪女瑞空、夜曲全部在冲这个悟空，然后就爆了。然后最后小金鱼也没什么办法。他们三个开团的去抓了一只可能已经交过大绝的悟空，那还没有抽掉，反而后面的红儿跟小金鱼没有空间可以输出了。然后挖口在前面发现大家都去冲我的前排了，开始狂点猛点了，好像感觉在第一拍瑞空六的时候就要果断开了。他们又给对方一波推线的机会，让 Tino 吸到六等，影响蛮大的。但反身回来这条龙应该是拿掉没有问题。拿掉，但我觉得 BYG 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这波有肥到这个竭力，然后上路线其实默默的赢了非常非常多，赢了三十支兵的。对，靠着自己手长的优势哦，有把自己的吃兵给慢慢拉开。只要 BYG 能够断到等下对方的龙魂节奏的话，其实随时这个黄金交叉就要出现了，只要断掉一条的话。等一下看 MFT 他们的预示者要怎么放，最后是。丢在了克里斯塔身上，那应该就是直接叫下了，这可以让 AD 自己决定。这里呼啸玩得很聪明，他知道克里斯塔这边会一定叫下嘛，因为他下半部，所以在后面等，他在等他丢预示的时间，然后他再把那个预示打掉，然后连钱都不让他赚。对，这对于 BYG 来讲就是我能够预判你预示者会放哪里，但这时候开飞冰河龙牢直接丢到纳尔身上，纳尔是闪现跳跳，走掉了。闪现加一狼，但好像有点简单呢，这样就跑掉了。不过另外一边的话，变成是 BYG 想要对下半部发起攻势，一个 W 技能，然后搭配的是太阳射箭插到了小金鱼的身上。后面的话是挖口的一阵输出，直接在塔前面就将克里斯塔人头带走。好像游戏结束了。就刚夜曲在上路露头嘛，然后下路就被三月二了，而且那个基本上是一瞬间的事情啦。而且这个三月二是从脸上来，没什么操作空间，因为开到的瞬间就是悟空也马上跟输出，然后甚至竭力也是直接走到他们脸上开大绝，然后开始把爆发打完。对，就也不是从后面绕背过来的突袭，就正面太阳射箭直接插进去了。那小金鱼没有双招嘛，被灌死也没什么办法。那这样子感觉第三条龙 BYG 就可以来接了，因为他们 AD 的对位中现在一定是大幅领先的，然后包括连打野的坦度也是啊。对，前面挖口是有收到人头，好像有点没得打嘞，就是虽然才13分钟，但好像已经结束了。
哎呀，那 MFT 只能说不能放弃啊，还是要努力。就是他们这样选，真的这个中野的联动性真的有点差啦，好像。下一条龙，所有人都过来，就打这个听牌龙。我是觉得刚刚那个预示者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但好像那个时间差他们没有抓稳，那反而自己在沟通上面有点不良情况。刚是三个人上野府去冲那个悟空啊，然后自己中期在后面孤立无援，直接被对方击破，没有操作空间就打得有点奇怪。对，就开战选择目标错误。然后。不管怎么样，一定是冲对方的 C 位啊！不可能是为了抓一个悟空，然后追到这么深的位置。不过 BYG 的话，其实前面我们在那一波团战有提到，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少一个大招，但雷欧娜其实也是，他刚好像也是去中路吸了一下之后，带了一个日轮圣芒。因为 FT 那一波就是慢了一拍，他如果第一瞬间就是瑞空是先上六的嘛，他们已经把位置踩回来，就直接开那个预设，就其实不太需要担心对方过来开，因为毕竟赢一个大局，那个团战的赢面还是大的，但就是反而再绕回去清中路一条线。一波线之后，那个 Kino 也上六了。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一波团 BYG 应该是少三个闪线在打的吧？哎、对。我如果没记错，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前面的 set 他们花了很多的召唤时机。但我觉得就是不影响，因为就是刚左边的人都冲不对的人。你说有没有闪线？好像也没差。好像没有差，因为他们就算没闪，也好像也没人来冲他们，那就那好像影响就不大。小金鱼现在努力把下路线给推出去哦，等一下在1分40秒之后 ，MFT 还是必须要来想办法把这一条的听牌龙给拿到手。他这里应该要补个装，看有没有盾攻了吧？他刚是拿了自己拿了三层的塔钱啦，要有个盾攻，不然没有办法跟这杰利抗衡了。这杰利202的战绩有点太好了。他们现在如果要获得胜利的话，身上是一定得带着一个电龙的。侧面传门绕背，他好像钱不够因为他刚没有 recall， 他刚蹲在草丛里面，应该是钱差一点。那这样子又有可能被怎么有人在这边？有人迷路了，但是一个 W 应该也是卡住了小金鱼的进攻位置。这里要越吗？也不知道有没有夜曲的位置。但雷欧娜刚刚被换了一波血，这对于 BYG 来讲并不容易。现在直接在脸上硬拔塔 ，MFT 有没有反击的打算？夜曲就蹲在了后面。阿林，这里其实打起来右边三打三是一定会赢的，因为他们的 AD 的装备领先太多了，就是左边的盾攻没补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两边 AD 的这个续战能力是有差的。对，这里要先手获胜的话，除非瑞空直接把挖口给控死，但挖口有进化就一直推，而且这边其实一直推给到的压力是小金鱼不能回补的情况下，这条龙 BYG 在30秒之后可以直接接。哇，好肥啊挖口，他这里又把塔钱给拿下来了，点掉，然后这边对方可以再断吗？打在盾上，有点可惜，不过也无伤大雅。对，那小龙要出喽，这条龙 BYG 一定来打，因为他们现在，账面上领先是非常非常多的。不过现在的话 ，MFT 他们的线下路上的线是补完状态之后过来的、哦，然后挖口他是还没有补状态、但还好，装备是平的就没有差。BYG 直接开吃，直接开，直接开，还是夜曲要直接 R 下去偷一个，拼一个 ，R 下去闪现上来，这样只能拼呢。W。先护盾稍微挡一下，飞进去想偷龙，但最后的话没有偷到。而悟空这里想要高歌离席，后面的话挖口开了一个雷霆万钧，接着交了一技能往后走，在后面开始疯狂输出。不过这时候的话，克里斯达先把悟空给击杀，而侧面的话还在蹦蹦跳跳。不过前方的一个利凯也是赶到，敏智击杀掉了伊鼠，然后这边的话是塔口还有挖口的单挑，但这时候的敏智已经收下了一个 double， 开始持续追击，搭配的是狂笑猛击，让 BYG 直接打出了全灭。这个团战好绝望，那个龙没偷到的瞬间就真的要硬打，有点。太硬要了啦，因为真的装备落后太多了。你看左下角红儿，他这个头被打歪掉哇，这一波的团战 BYG、真的打不赢啊，好像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就这样轻轻的走过去了。他有点硬接，但为了拿这个龙魂，就好像也不是不能做的选择，但这一波打输就真的没了。看一下这一波，红儿这边他是，你看这边冲进来嘛，那第一时间把招都交在这个悟空身上，甚至为了抢龙把招都交完了。挖口虽然被猪女黏着，但这个猪女的发育真的是太落后了，她完全对挖口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性。那左半边的战场就是，你看这个赛勒斯是无敌的，没有人能处理他，而且伤害面向看起来也完全不够，因为维嘉的话，他这场比赛好像能砸的基本上只有挖口，砸其他人好像也砸不。他现在感觉砸不死啊，那个盾攻，好像在的话就丢不死了。前面那波预示者是他最接近砸死的时候。然后这里再开这个是自杀式，开预示者吗？
名字直接来了一个大绕背，赶过来偷了一个瑞空大，往前的控制是控到了三人，侧边还有人做了一个海克斯科技传门过来，一个狂笑猛击，直接把克里斯达给推死。虽然说利用了重击回血，但杰利在后面无人限制，无人能挡，无人可以挡住他的进攻。这时候是选择做传门高歌离席。但这时候还有呼闪的跟上，你会做传门，但我也会，所有人都过来。名字一个四军之道是直接首任的夜曲，夜曲倒地，只剩红儿一个人孤立无援，三甲之内遭他痛打而倒。哦，这个感觉是，其实开预示者是自爆了，但这感觉是他们最后的波纹，最后的挣扎。这真的是最后的挣扎，这开就不可能会赢，因为已经落后太多了。重点是他们在开的情况下，他们视野也没有先做好，他们就是在拼拿到这个预示者的赏金，然后看可不可以撞一座塔，再拼一个赏金，让这把能够有机会翻盘。但这波是对方一个绕背的 TP， 就直接结束了。哇，他们要拿那个梦幻经济，但最后的话，一切都随着预示者一起化为乌有。有点难呐、啊，这把就是刚刚那一波真的是硬拼了，那没有拼到也没办法。就其实跟上一场的 JTeam 有点像吧，就在陷入前两条龙落后的情况下，尽管阵容劣势，但好像不打也是慢性自杀，我就来拼拼看。啊，没错，但这个预示者我觉得是可以给，那目标就是继续放在后面的龙嘛，就是你还是以拼龙魂为主，但你这一波再送一波之后，你这个雪球大到可能等下就算真的偷到这个龙，你也没有下一个五分钟去拼那个龙魂啊。这波打完他们就大彻大悟啊、哦，真的。这个我们之后的目标 only 龙，因为其实春季赛我在播 MFT 的比赛就有在主站上提过，就是他们会去拼一些很不合理的团战。那目前看下来好像也是有点这个画面在。确实，就是啊，当然你不打就是慢性自杀、啊，但、啊、你明知道会输还去打，那是真自杀，你知道吗？就脑中已经有那个画面了。但边线的一个敏智，这看到猪女，虽然说没什么胃口啦，但要压制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二十分钟左右 ，BYG 已经将经济大幅的拉开。其实对于两队来讲，就 BYG 当然目前是陷到一个比较偏中段班的位置嘛，然后 MFT 他们也不算是一个稳进季后赛的战绩。哎，目前 S9 跟 DW 都有一胜嘛，所以其实这个三胜也没有到特别的稳，那就随便压，因为对面真的打不了团。真的要抢八来讲，大概五胜才会是最稳的。现在三胜其实都有很多的变数。那 MFT 想要来防守这个预示者，在空中被 Taco 给拦截。转线，等下就是 BYG 应该先稳稳的控下半，然后把龙拿下来，就也不要给对方有任何龙魂的机会。那这把应该就可以顺利收下了。这经济是继续的往下陷落。左边的阵容没什么建设团战、欸，没什么后期的保障。嗯，基本是顶。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有机会可以，大五哥的角色好像也只有瑞空。哎，对，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哦，那夜曲一定可以大五啊，让对方看不到。对，让对方一定可以让五哥都看不到，但看不到没用啊。我刚想的是维加框五，框五个都不见得会赢，因为维加再怎么猛，就只能瞄一个。他框五个，感觉那个 W 下还是有砸五个，然后再 Q 一下。不可能，你框五个的话，如果对方是站五角形，就没办法炸五个，你还是只能炸一个。哇，那个扭曲空间的角度你都有讲究的。那个没办法，你砸正中间，可能最多砸两个，你不可能五个都砸中，那个 W 没有那么大、啊。那个要对手配合、啊，要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五角形的同一边的。那另外一边的话，看起来 BYG 准备要来开始追击了。这边追的是一个鸟人，利凯是即将要变大的状态，不过有一个扭曲空间是限制住的位置。哇，很凶，闪现狂笑猛击，将进化解，但解完之后，红儿还是要遭到首刃。另外一边的话是一个日轮，是一个这个大招的控制，想要来硬追 MFT 的成员，挖口也已经赶到。那 MFT 是陷入了塔的保护之下，这里就吃八龙吗？还是要转头先拿稳拿这个小龙都可以，因为拿八龙的话会掉小龙，那对方就停牌了。但拿巴龙的话是可以更稳当的推进了、欸，是可以让优势堆叠更快，但无后顾之忧是拿小龙，看来 BYG 这把是选择比较稳的方式。接着就要看665了，这边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偷一下吗？他这里其实不能偷、哦，但他的距离超远。他偷了的话，他会掉巴龙，对对对，所以这条龙他不能偷，就现在没办法。还是大家偷个八龙，目标转个大的。对，前面那个追听都偷到了嘛？哦，是他这个一定飞得进去吗？他等下带那个蓝罩，他不可能会被挡下来。哦，他们现在有三个蓝罩，他们的双 C 加上夜局都是蓝罩，所以他一定可以看到那个八龙的血量。现在所有人就帮他看一下，就是帮他开视野就好了。手电筒照完之后，我关灯进去。可以，这个远的开远的，因为他现在是他还没十一等，那他要先升一等。那个野怪他吃一摊好不好？他有两等大。
哦，前面已经牺牲很多了。哦，他差一摊，要去吃中路兵。怎么至少两等大，飞得比较远一点。自己也感觉到，赶紧是那经验值。我等下吸一下。我也不吃你兵哦，有吃到一只11等 ，OK， 没事了，我要去准备偷龙了。他现在要去埋伏了，要去找位置。这个很明显，左边已经是准备偷八龙了，因为正常不会有一队带三个蓝罩啦，一定是以烧炎为主了。在陷入极度劣势的时候，也是思维要转换一下。而胡夏先卡住 ，BYG 是不想要给 MFT 这个机会。以吃八龙速度来讲，杰利目前两件半再多一点，然后纳尔不到的话，其实吃八龙速度应该就不会有想象中来的那么快了。等一下看一下 BYG 要怎么执行了。八龙是漆黑一片，这里先骗几个蓝罩吧，就知道对面有三个嘛，你就自己算一下。这里要照照看吗？等三个都用完之后 ，BYG 就可以准备开吃了。用了一个了，还没吃。三分之一，哎，还有两个，等一下负二。等这个有点考验耐性哎。两边都在考验耐心，两边在考验耐心。一个你到底吃了没？哎，我就不吃，你到底要不要照？对，等你照完我再开。一个是等照，一个等吃。但这时候，两个野辅的进攻是让伊修赶紧往后撤退。还有两个蓝照哦，这里要开吗？哦 ，MFT 忍得住，我就是不用，不用就是不用。这个就是赌啊，那心理博弈啊。他们应该还没有在吃。要不要照？不知道有没有在吃，很黑啊。已经用猜的了。对，用猜的。现在是凭空瞎想啊。哦，不过他们哦，有第二个，第二个，剩一个，好，推个线，慢慢来。哇 ，BYG 现在心想，到底是你有耐心，还是我有耐心 ？MFT 想说，玩的剩一个，不妙。而且这个一定要照下去的瞬间，八龙的血量是非常低的，因为他照下去的瞬间，夜曲就要飞进去了。但现在打野是落在了 MFT 的点位身上，看有没有机会撑到下一个蓝罩转好。这个照下去一定是对方要吃到底啊，就是要抵血的时候他才能照。所以这个不能乱用，因为你现在照到对方没在吃，啊，对方是可以转头直接回去吃的，因为你已经没有照可以让那个夜曲冲进来了。哇，想要抓包还不简单呢，现在又多了一个。下一个蓝照要多久啊？看一下那个 CD， 刚第一个是小金鱼照的嘛？哦，一半了，好，再拖一下。再等一下，我又变两个了。对，我又两根了，两根又可以继续照了。但 BYG 好像他们是完全没有想要吃八龙的打算，就是连碰都没有碰。他们可以等挖口 IE 啦，他快 IE 了。应该也是这个打算。对，其实也可以等一下，反正现在压力在左边呢、啊，说明他们现在喜欢玩弄对面这种的感觉啊。在挑逗他们。你看这里放了一堆眼啊，没事啊，我等下排完之后你就继续蓝照慢慢照、哦，看你有多少个。对，然后说照我，哎、啊，照到也没带吃，那也没办法。啊，照不了啦。然后左边就啊，怎么没带吃，没蓝照用了，完了。头好痛。真的啊，这边就把视野排回来，因为现在踩不进去。BYG 他们在现在挖口 IE 拿出来之后，其实大可以在脸上吃的吧，就被你照到也没什么差。我以 B 团为主，视野排干净，然后等蓝照。现在左边有两根了，快有三根了，第三根只差一点点。还是 MFT 他们会不会等一下就照到也人也不过去？我只有一个人会过去，就是那个夜曲。一定是只有夜曲去，因为只有他进得去，那就是看能不能压到中。但那个压到中，我得说要有点靠山，因为如果对方收手了，可能你飞过去的时候三千就在那边。被集火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在这边照啊，不照大概照了五分钟了吧。啊，但他现在有两根嘛，可以照了吧？可以照，要照一下吗？又是压力。没有，他现在不照我，搞得我很照，你知道？哦，开了。现在 BYG 来，先来一根点进去，看一下吃的速度。哎，有一个小鬼魂慢慢过来照。到9000，吃的速度确实没有想象中来那么快、哦。心算一下。哦，第二招。哎，怎么那么慢？才还有7000。这时候亮了 TP 过来 ，MFT 所有成员想要来过来，想要 all in， 但这时候 Kino 往前的一个进场，搭配的是塞勒斯的一个迷心驯步，直接魅惑到了 MFT 的后排成员。接着的话，再开启了一个惊人，搭配的是 Kino 的一个进场。红儿虽然说框了一个扭曲空间，但并没有任何的伤害。挖口在面前直接将其打退，还有一个大兵直接滑到面前，滑起来了，宝贝。现在的话，甚至进到了塔底下，搭配的是狂笑猛击，直接让 BYG 能够大笑拿下这场胜利。他是闪现撞墙吗？那个瑞克好像闪现撞墙赢，那转头吃两条龙都可以拿了。啊，这次再怎么造都没有意外了。没，应该没人能造啦，能造的都倒啦，能偷的也倒啦。哦，能偷的都倒啦。不是能偷的倒了就算了，他也进不来，他没大、啊。剩一头猪啊，这猪是不是想要来防守看看？下一位挑战者，还是去那个猪去看那个龙有没有吃？但纳尔自己在偷吃哎、欸。那个纳尔这个血量吃得掉那个龙吗？会不会有点小抖？哦，吃掉了。那游戏结束，
三电龙加八龙，没得偷了。这里是照第一根嘛，九千，但他们感觉数学不太好哎、欸。他第二根照得太快，还是右边打得太慢？他第二根照下去还有七千。他想说对面伤害怎么那么低？我是左边吸已经两一半，结果我用掉两根了、啊，怎么还有七千？然后这里就直接被开战了。但我觉得就是画面跟我们前面设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本来预期搞不好就照一照只有夜曲一个人会过去，但他们好像所有人都过去。应该是夜曲过去就好了啦，因为这边的视野都是BYG 做好的嘛，那你走进去就是给开战机会。那这边敏智是选择一个侧切，就进场之后这个团战就结束了。他是原地弹跳，然后闪现撞墙，玩一个大怒神啊，但最后是被猴子逮了个正着。他刚那边很忙哎。但也没事啦，因为这个弹跳其实也不太影响大局。看一下 BYG 这波的巴龙要如何推进了。这下红儿只能够想办法卡一下，但兵线进来之后应该就没有任何办法。这里有在带边啦，那其实赛勒斯也可以去带边，就是其实现在是轻松玩，因为赢的太多了。MFT 的阵容其实清兵的角度也拿巴龙兵没什么办法。现在唯一会输的可能就是挖口挖口，就是他没进化的情况下被控到，然后他被秒杀、哦。不是滑出去，是被控到。可能被框到啊，或者被猪女的大甩到啊。但伤害要怎么补进去？还是他在很前面的地方被框到？其实唯一家我刚看还有两件套，他一整套灌下去，挖口应该还是有可能会倒的，因为夜曲也会瞬间直接冲他，所以这里只要挖口不要送的话，基本上是稳的，是稳的，可以利用这巴龙拿两个高地都没问题啊。那听起来刚刚那个选项是 MFT 的唯一指望，但现在是要喊挖口一声哥，挖口哥，但没那么好甩。你看挖口哥现在就站在了前面，挖口一招都没有，然后在人家脸上点是蛮浮夸的，被甩到了，他有水银，那没问题了。哇，一个肉身贝特搭配的是悟空进场的开转，现在是轮到挖口的输出时间，直接对着猪一阵的痛打，猪女倒地 ，BYG 已经先拿下了一名上路。好痛、啊！好痛哦，七一七耶！其实我有点看不出来挖口是因为有水银这样玩，还是他平常就这样玩。感觉应该是 bait。我看他解的速度很快啊，因为导播也没帮我按 tab，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水银。那他有水银，他是可以这样玩。他有本钱，他有本钱，他有本钱。BYG 这里开始大举挺进了，先拿下了一座中路高地，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上半部，利凯在空中想后来狂笑猛击，但被晕了下来。他撞到墙啊！这时候挖口开出了大绝。进化是即将 CD 好，在扭曲空间里面开始不断调皮，我直接两下就把夜曲给点爆了，一个 QA 再把他击杀。惊人结束之后是沐浴在五人的袭击之下 ，MFT 想办法适时守卫自己的两座门牙塔，但看起来都跟豆腐一样，马上要不见了，只剩一个 Taco 冲出来，但最终挖口也完全不怕，珠宝裸露，我们恭喜 BYG。看起来想要把人员全部都赶尽杀绝，再开了一个惊人起来之后，我有扭掉那个鞭子啊！结束了这场游戏，感觉好像挺轻松写意的，就是跟上一把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拿了一个比较后期的阵容，然后前面对线对着，然后就赢了。但上一场有点波澜，上一场有一个偷八龙，这场比赛就是我有点忘记大概在什么时候说，就是。有一点凉凉的，已经记不太清了。大概22分钟，就是三个蓝罩的那个时间点吧。哦，那个时候你还把它归类在就是还可以一搏的时间。那个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拖到八龙都还有点时间可以发，都可以拖一下，只是就是 BYG 就不给机会嘛，这把打得很稳，所以节奏才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这场比赛的话，其实在前期啦，我觉得预示者那波团应该是关键。在瑞空先抢到六等之后 ，MFT 并没有办法掌握那个先机，最后去打败 BYG 的团战。我觉得那一波抢到六就一定得果断，不管是不是开预示者，你至少做一个蹲点。当对方踩进来的时候，你瑞空就是要开战，不然你那个辅助赢那一等是没有把那个价值发挥出来，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你可以夜曲关灯，瑞空冲进去，对方可能根本反应不及。但他们是多等了一波之后，连雷欧娜都上六，而且就也像刚一直提到的，他们最后冲的人是一个悟空，然后自己的后排完全在后面没有人保护，那就导致自己的阵型直接溃散。那一波打完就有点被一波带走了。对，特别是我觉得在夜曲还有瑞空，我会把它定位在两个开团比较偏强势、比较偏快速、比较偏硬要，但最终他们也没有办法打出这样子的一个进攻，对 MFT 来讲是可以再调整的啦。就甚至他们有克里斯塔可以丢瑞空嘛，然后朱女也可以开。其实他们开战点位很多，但我不确定为什么那一波他们要在那边拉扯这么久，所以导致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话，从 BP 上面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 MFT。整场的压力都会放在他们的身上，而这场比赛他们也确实背了一颗炸弹，在8分钟爆炸之后，那个炸是把整个
整个游戏都炸个稀巴烂。我觉得重点是给对方选的太舒服了，对面前三选就全部是 T1 角，然后自己的四五选又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常看，在这个版本不常看到的角色，所以我才会在前三选选完我就投给 BYG 了，就是偏难赢啊，除非左边的这个对这一套阵容有很独到的理解，然后可以去打一些套路，那才有机会获胜、啊、那我只能说你投的速度是真的很快。那就没有前三选选完差不多了，要再跟你多学习。对对对，他们在第一轮的比赛其实打起来是有来有往的，但第二轮真的在这场的 BP 我觉得有点走的NFD 这边走的有点偏，尤其是在中路是换了红鹅之后嘛，他这场被 ban 了很多角色，什么阿奇尔啊、库奇，然后甚至连雅尼都被 ban 了，他掏出了一只小法师，可是跟这个夜曲真的是没有互动性啊。这场比赛感觉夜曲想要来发起主动的进攻，其实也比较偏难。我印象中，远距离的 gank 啦，好像只有上路那一波抓利凯、对，但利凯就是闪现跳跳就走了，对，就走掉，就是有点怪。希望他们的这个 BP 啦，至少要照着可能比较往版本的方向去走。虽然可能这样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但至少那会是一个目前在一个比较弱队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解答吗？或是一个捷径？其实我觉得 PCS 在这一季可能选用角色的变化率已经算是很高了，包含的是可能像 S9 或者是 FAK， 甚至是一些后段班的战队，他们都有尝试在改变。像之前还有什么龙女的登场，然后 JT 他们也可以选得很前期，选得很后期，所以这一季 PCS 我觉得角色多元性是变更广。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队伍啦，就不要说谁，都太依赖什么阿奇尔、库奇啊，然后什么维克特。当你这些大法师都没有，你要打节奏的时候，好像有些队伍是打不出来的。应该不会是等一下要登场那一队，那一队还有加里欧和塞勒斯。哦，还有尼可。对，还有尼可。对，有很多。他有很多，不是他，好不好？对，但整体来讲啊，就我觉得在这次 PCS， 就是你有看到后期大法师基本上还是有点偏主宰的状况，就虽然说可能前期的塔利亚他可能出来的次数更多，但真的浓到后期的话，其实阿奇尔他拿下胜利的尝试，我记得他的胜率也是有突破50%。其实论胜率来看的话，在 PCS 选后期的这个中路角色胜率会高一点，甚至阿奇尔我有去看他那个平均15分钟的经济是会赢到六七百块的。你是一个大发育角，但你前面15分钟会领先经济，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搞不好对面也是大发育角。对面搞不好是个库奇啊，不是，两边都是发育的，你这捅着捅着就赢600了，那怪怪的，就一直搓一直搓。对，然后但你会赢钱，这个比较不合理啦。对，那这可能也是之后不论是对到大法师的队伍需要去调整的部分了。来看一下最后的战绩结算表，挖口是点了很高的伤害，基本上就这场比赛也没什么人在限制他。我看他从预示者那一波之后，每一波都是一直点一直点到底，没有人碰得到他。这个 MVP 感觉。感觉有点难给，感觉五个人就各司其职，比较难给一点。就是给到了挖口的身上8015啊，而且是92%的击杀参与率哦。他应该就一两颗击杀没有参与到，应该就是龙那边吧，就是有一波龙，就是他只能打猪女，然后其他的对手都是队友处理的那一波，应该是那一波可能有几个人都没拿到。其实我记得 MFT 他们一开始有把线路给掌握住，所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拿下前面的小，但后续的话，在应该是第三条开始啊，应该就是那个预示者输掉之后，基本上预示者输掉之后就开始输了。那一波真的是压垮 MFD 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但那一波我觉得以那个角色上面，至少等级领先是有机会一搏的、啊，但没想到那一波是直接被车过去的。下次他们就知道了。下次吗？没有，下次不会再这样选中野。对，因为甚至没有，下次他们知道的是辅助先六，我要直接开，我就不等了。是是是，就是得抓那个时间差啦，因为那真的是短暂的。因为你会吸到六，对方也会嘛。那你这波吸到六，你就直接转头去开那预示，或者是你直接蹲点在草丛里面瑞空直接开。其实刚刚那一波 FT 应该都有机会赢。那真的是转瞬即逝，感觉差不多大概三秒左右吧，就对方的辅助也就吸的那个。对，而且甚至我觉得那一波前面纳尔的怒气都是用掉的，所以在纳尔没度的时候他都得打，但他们就是不打。那不打的话，最后纳尔进来的时候还有怒，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没开战，然后后面也是有点冲不对人，所以那波团才会就是变得那么的一面倒。对，那也希望 MFT 可以再多加调整，也恭喜 BYG 拿下胜利。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是第五场比赛喽。